优酷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陈飞宇，我是张静怡。陈飞宇回应弹幕：阿瑟身材不错，谢谢，身材还可以更好。我说李寻，你要壁咚几次才可以亲亲？看剧吧。天塌下来有李寻的嘴顶着。对，李寻嘴硬嘛，你们俩挺合适的，嘴硬嘴硬嘴硬嘛。陈飞宇眼睛湿漉漉的，像小狗。好。阿瑟疯狂症临床表现，大部分患者会呈持续躁动状态，突发性的抽搐，蠕动伴随傻笑，甚至部分患者会拍桌尖叫，极其癫狂状态，行为难以自主控制，治疗方法加更。你知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，然后，谢谢。张静怡回应弹幕：张静怡长得就像爱情酱种。我可能不只是对爱情酱吧，都酱。最近大家就说你的长相非常有一种生命力的美，一看就是为了爱情飞蛾扑火那种。你自己认同这种说法吗？我觉得我会一直相信吧，我还是会相信爱情的。你觉得自己是这种吗？认同认同认同。他往那儿一站，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个混蛋。你不是。这集公主是不是装醉？还能不能行了？不行换我吧。公主的酒量是真的有点差。那静怡本人呢？也挺差。不是故意装醉是吗？不是故意装醉。对于大家都说换我吧呢？让他干嘛？他去带入朱韵，让我来上，就是朱韵先到一边去，我跟李寻。不可以。哇哦，亲亲亲亲亲亲。那往后看吧，用一个表情告诉大家多不多。还行。被亲吻一定要播，就当是为了我。问优酷怎么把压力转移了。对，生命最后一刻是对爱人说我爱你，还是反派的真相？朱韵选啥？我爱他。如果是静怡呢？我爱他。你希望你爱的人回答什么？我也爱你。